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游击净水，遍洒三千，性空不得离人天，福寿恭敬言，灭罪消遣，黑暗化红莲。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诃萨。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灌溉如来真实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你是无尽意菩萨，即将坐起，遍探有间，合掌向佛，礼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复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解脱解脱。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舍利大喜，喜不能消，又是菩萨微心力故。若为大水所漂，清其名号，即得千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轱马路山河虎皮珍珠顶部，立有大海家书黑风吹击尊风飘对落差归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顶解脱解脱落差之难，亦是因缘名观世音。若何有人临冬避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必说即道中心断断坏，离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万中夜车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恐何加害？是何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扭海枷锁，减邪其心，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解释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万中万刹，有一相助，众诸相邻，在此重步，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呛言：诸善男子，不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令以无畏受众生，汝等若称名者，无处万刹，当得解脱。众乡邻闻故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清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微心之力，微微如是。若有众生，都有音乐，相念
恭敬观世音菩萨，遍得利欲，六道清辉，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遍得利亲，六道无欺，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遍得利欺，无尽意。观世音菩萨犹如是顶大威神力，度所了业，是故众生相应心念，若有如林，设有求难，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难；设有求路，便生端正有上之路。熟地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犹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何不动观？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利，复进行供养饮食，以福无故以药，有如意温和，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好。无尽意言甚多。世尊复言：若何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利人福，正定无异，有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无尽意菩萨别复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处娑婆世界？云何离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机思云何？复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离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离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离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离为说法，应以地色身得度者。即现地色身，离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离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离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离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离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离为说法，应以中家身得度者。即现中家身，离为说法，应以基数身得度者。即现基数身，离为说法，应以斋观身得度者。即现斋观身，离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离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离为说法，应以中者、居士、斋观、婆罗门、妇孺身得度者。即现妇孺身，离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离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伽罗罗、金那罗、摩诃罗伽、
林非林定心得多者，即该献之立为说法。因以即金刚神得多者，即献即金刚神立为说法。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行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入定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有报为急难之中令施无为，是故处娑婆世界该何之为施无为者，无尽意菩萨别复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该敬众宝，诸璎珞价值百千两金，利益物质，足是言忍者受此法施，珍宝璎珞，使观世音菩萨不肯修持，无尽意，何必观世音菩萨言：忍者明我定果，受此璎珞。你是佛告观世音菩萨，当面出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伽罗罗金那罗摩诃罗伽林非林定果，修习璎珞，即是观世音菩萨面诸四众及有天龙林非林定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波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心力，又有三宝世界，你是无尽意菩萨以其文化。世尊妙相故，我今中文毕，佛祖何以言名为观世音？故教妙相尊既达无尽意，如听观音行现应诸宏所，风势侵入海，力劫不思议，时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文明及见心，心念不空过，令灭诸忧苦，假使兴害意，推落大黑天，念彼观音力，黑天变成敌，或漂流古海，两湖诸归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灵物，或在苏密峰为人所推对，念彼观音力如立虚空住，或被恶灵着对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得万劫了各级都加害，念彼观音力含着起诸心，或做往难苦临行欲受将，念彼观音力多心断断坏，或修尽戒数手足被扭害，念彼观音力失联得解脱，久坐诸毒药所欲害心者，念彼观音力还着有本人，迄有恶罗刹毒量诸鬼顶，念彼观音力时时不敢害，若恶兽为了利牙鸟可怖，念彼观音力直走无边方，晚霞及荷叶气毒烟火连，念彼观音力心生自回苦，魂雷过七天，
杠袍束带舞，两臂观音力，应时得消散。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心。观音妙地力，能救世间苦。故教心通力，广修地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种种诸恶处，地狱鬼贴身。生老病死苦，以暂时灵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闭关及诸关，上愿上占用。无故清净功，慧力破诸暗，令何灾荒废，破明照世间，彼体盖累尽，诸意妙大魂，思甘露法悟，灭除烦恼厌，正上金光处，保卫君殿中，两臂观音力。众愿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调音，圣彼世间音，是故思相念，念念无生疑，观世音净性，有苦恼思厄，令为作依惑，故一切功德，诸愿是众生。福诸海无量，是故应定力。你时，七地菩萨即将走起，简别复言：世尊，若有众生，本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破门示现心通力者，当地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破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定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破门品中。观音菩萨妙难修，清净庄严累劫修。三十二应遍定察，百千万劫化阎浮，冰中甘露相思煞，秋来杨柳不过秋，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相作渡人舟。南无普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生妙功德，故大慈悲有一心心，现千秋眼，照见法界，护持众生，莲花功大道心。告其万万新旧，远离恶道，得生佛前，无间重迁，点心恶疾，莫能救济，悉数消毒，三昧辩才，现身救援，含灵高水，决定无疑，灵书速歇三省，扎定佛地，为神之力，探莫灵强。故我一心归命忏悔，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不智波罗蜜。